家晚上好。Hello， 晚上好 ，Yvonne Fan。Hello， Miko， OE 的朋友。哇塞，欢迎大家人们，晚上好。晚上好。来，家人们，记得帮我大大力的分享，好不好啊？大家晚上好，晚上好。来，进来朋友们呢，不要吝啬你们的手指哈，帮我们按下去分享 ，OK， 按下去分享。Hello， 卡人来了，好久不见，我也是感觉到好久没有直播的感觉。有没有想我，朋友们？想我的先想我，想我的先想我。哎，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来了，进来朋友们哈，按下去分享哈，帮我们分享一下哈，感恩，感谢你们，晚上好。Like and share. Hello, Arket. Hello. 各位朋友们，晚上好。进来的朋友记得帮大大力的分享。同样的事情重复做，按这边。我无私的分享，也希望你们无私的公开分享，好不好？我把我的 recipe 脱光光给你们看，你们也帮我。你们不用脱光光啦，公开就好了啦。公开分享就好了。Okay. 啊， okay. 不需要脱光光。OK， 来，帮我们分享哈 ，Like and share。OK， 来。进来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哈，打个招呼 ，OK， 让我们知道你已经进来了，帮我们刷一排爱心上来可以吗 ？OK， 今天比较迟。今天比较迟，哎，要重新来过， okay. 重新来过，很久没有讲这句话了哎。OK， 一、三、二、一，欢迎来到 Chef Alan Dan 的深夜食堂。今天煮什么呢？有没有很想念这一句话？很久很久没有这样。今天比较迟一点，所以可以讲这句话。今天已经我们迟到了。现在已经要8:45，要9点了，朋友们。要9点了，因为今天比较忙一点，所以忙到现在还开播，啊，都是匆匆忙忙的。OK， 来，深夜厨房好像很久没有营业了哈。啊，很久，你们是不是发现我很久没有请这个伴奏曲了？啊，最近又来了，什么声音？背景音什么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啊？深夜的声音。这个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对，月黑风高的夜晚，总会有这个声音。对，这声音是？是什么声音啊，朋友们？来，进来的朋友记得把大大力分享，我先处理一下这个青蛙叫的声音。OK， 最近都雨天哈，都雨天，所以青蛙出来了。OK。就在雨天了，大家记得保暖 ，OK， 做好保暖。吃了这道菜包，你一定暖到胃里面去。OK， 来，我们先看看食材先哈。来，有没有人猜到今天要煮什么？可是我们的主题有写啊。哎呦，主题写了。哎。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进来的朋友记得大大力的分享。有没有想我？想我的写想我。想吗？大家有没有想念啊？你们 inbox 我就不要讲你们想我啦 ，OK？ 不然让我老婆看到那 inbox 才会误会。是喽，等下我误会呀、啊，哈。在这边人多多，敢敢讲不用紧。对，青蛙的叫声 ，OK？ 青蛙的声音。我感觉我好像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直播这样，我很想你们。我原本今天也是要取消直播了，因为太忙了。想是好像有一点不贴嘛。哇 ，Jen Chan， 哎呀。就像知道你已经剪了头发嘞，哇，眼力 ，OK， 厉害哦。简单，送你一个东西，来，助理帮我准备一下，送你这个，送你一个爱心 ，OK， 是个爱心，想啊，我大家很想念你 ，OK， 想的朋友们帮我们打上，不是 ，sorry， 想的朋友们帮我们分享一下直播 ，OK， 想的朋友们帮我们出去。来，朋友们，唔该你，来就顶面，来朋友们记得要帮我大大力顶面，记得帮我大大力的分享。不用跟我们客气 ，OK？ 哎，怎么你的手黑黑？他们问。哎呀，那天染头发咯，染头发咯，他这边就有晕到我的那个皮嘛，皮，我就这样去弄，结果就洗不掉了，你看。是。我老哎。他的那个手中那个染发剂。全部人以为我中毒了，没有洗手哎。哎呀，我有洗了，我一定洗手了。来，今天煮什么？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一道，绝对可以拿去做生意。做生意的，啊，绝对可以拿去做生意的。非常非常好吃的。如果不好吃来找我、啊。
我一定教到你好吃为止。师傅的鸭很好吃，谢谢丹丹，谢谢你。什么鸭先？哪一只？那个鸭。因为那天啊，我刚好有做买卤鸭，我做完烧鸭我就做卤鸭，做了卤鸭呢，就刚好有粉丝问，然后我就卖了三只啦，因为我只做几只来自己吃嘛，然后就卖了三只。我告诉你，这边有吃过我的卤鸭的，来帮忙写一下。谁有卖给谁啊？我也不懂，谁要买？我也不懂哎，有没有吃过卤鸭的？有没有吃过我的卤鸭的？来写一下好不好 ？Hello Molly， 哎，来妹，我是的，师傅是潮州人，对潮州人的酒囊。潮州人，家己人啊。潮州人讲话哦，听声音就知道了。潮州人讲话有一个腔的，一个潮州腔的，好，是不是大家？是不是？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要？哎，我少一样东西。哦。入关喔、哦、啊拉面关入关来啊，你讲有他们问你几时卖烧猪。烧猪不能烧猪犯法，烧猪现在在马来西亚是犯法的，朋友们，是吗？烧卤猪因为已经没有被进口了哦，今晚用啊、哦、，sorry 啊，会被抓。今晚用鸭酱蒸鱼一流，好吃，谢谢。谢谢我们鸭酱真的很好吃，富贵鸡很好吃，感谢你们，指甲鸭好吃，谢谢。你们的这些啊、你们什么称赞？朋友们，你们的赞赏，对，我非常谢谢你们。可是可不可以帮忙，帮我放上你们的朋友圈，放上你们的那个那个个人主页，让更加多人认识这个产品，这个产品这样好吃，对不 对？反正在家要煮这个产品也不容易。对 OK，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也没有卖很贵啦，对不对啊，朋友们？ Okay. 啊，偶尔有 offer 的话更加便宜，是不是？对，偶尔有配套吃。啊，来。OK。今晚比较迟 ，Polly， 嗯，对，今晚比较迟。李健，晚上好，用魔力我来聊啊，魔力，晚上好，林晨毅，晚上好，啊，我告诉你们朋友们，你们在我的直播间啊，有 active 的啦，真的，零四不一样，广东话叫零四不一样啊，零四不同啊，因为我认得到你们嘛，认得到你们有时候，哎，好像那天买那个230配套。我跟你讲，那个是真的限量的，我就腌了那个咸菜，我就这样走过，因为不是我堆的，这些粉丝们 support 我的，真的只有客服知道，助理知道嘛，谁跟谁，然后就看到几个，哎 ，chop happy， 我讲啊、哦，这个刚好有咸菜，送他，啊，朋友们是不是应该在 Chef Ivan 的交流群 active 一点，在 Chef Ivan 的。直播 active 一点，这样师傅就要认得到你们。我认到你们呢、啊，我认到你们，我就有时候你们给我买东西啊，然后我走过，哎，我刚好有这个东西，因为我不认得你们的话，我不知道谁跟谁啊，然后变成我不敢送你们东西，不是我不舍得送，但是你讲，哟，这个师傅讲下啊，送我咸菜，像老爷讲下，那我知道你们呢、啊，哎 ，OK 啊，我觉得我送了好几次了，又很开心哦，是不是朋友们在我的直播 active 好不好？嗯，好，那么我们来开始好不好？好，来 okay, 来朋友们，我们来开始。今天要教做两道菜，因为上个星期我打了 vaccine 过后我停播，所以呢我今天补回给你们两道菜。Karen 是因为你认得到他吗？ Katrine 是找你。 Katrine 是知道呀，只要一直有在我直播间留言的，我都认得到的，朋友们，真的 ，OK，, okay. 我跟你讲，我认不到一个人，娜娜，我也认不到娜娜。我告诉你，娜娜换了头像过后，我完全认不到，我以为中国有一个人一直在那边后面讲的话这样子的，然后看一下，哎，娜娜、哦，然后我去放大她头像，她刚刚拍一个这样的，我就这样还在遮。对。还要遮住一个眼睛。娜娜是啊，娜娜，娜娜，那天你换头像，我是认不出你，因为我从旁边看头像。然后呢，那天谁来的这个人，然后就看他的哦，娜娜来的。呀，帮我拿那个手机在里面。来，朋友们，好，我们先来准备材料部分。今天教大家做的这一道，
虾呢，我也不知道它要叫什么虾，因为辣椒虾我原本要叫它辣椒虾，可是又不对，因为我之前有教过一道辣椒虾，我等一下会另外给它上一个名字 ，OK？ 我还不知道要叫什么虾，或者等一下你们想一想，这道虾应该要叫什么？叫红虾吗？乌当梅吧，来，香茅一只 ，OK？ 虾半几肉啊，朋友们，虾半几肉，这道虾肯定你们好吃的。真的 Grandy 你们好吃，等一下，来，哎呀，给给错，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 ？Karen Cop， 你不要不用走过了，如果卡人有下单，一定 PM 师傅先立马再送东西了嘛。OK， 卡人，我等你啊，我等你 ，OK。好来，苏珍恩奶奶认得到你啦！哎，苏珍，你这样 support 我，然后又写到这样好的文案，这样他笑我的东西，一定认得到你们的。啊，朋友们，还有啊，那些很多朋友、很多粉丝啊，啊，拿了买了我的产品啊，他们吃了有拍照，然后有写在自己的 Facebook 啊，记得一定要 tag 我，记得不要单单 tag Chef Ivan Tan。tag my Ivan Tan， 因为 Ivan Tan 是我的小号，因为你们 tag page 哦 ，page 很难去看得到 ，tag Ivan Tan，Ivan Tan， 两个都 tag， 这样我就看得到了。因为 Chef Ivan Tan 啊，你们 tag 了，他没有通知啊，因为他是 Chef Ivan Tan 是 page， 他不是个人来的 ，OK？ OK， 来什么虾？肉虾，你们要用什么虾都可以啦。那我建议你们用小虾，小虾，小虾，对。这个不要用大只的，这个也叫白虾，对吗？啊，买白虾，拿白虾，小小只的白虾就很便宜啊，这种虾一斤肉应该是10块钱啊，10块钱拿不完的了。你家狗饿了对吗？一直飞是吗？看到朋友吧。好，来朋友们，红辣椒2条 ，OK， 先讲白虾半斤肉，这白虾半斤肉去头。辣红辣椒2条，蒜瓣4瓣，4到5瓣就好。这个不是吃蒜头味的，所以4到5瓣。罗吉花有没有在？罗吉花我不吃蒜头，可以不放蒜头哦。有罗吉花有在。啊，那你看朋友们，在我 page active 的人呢、啊，我会阿嘎，我记得，因为我记性不好，你要很 active 我就记得。罗吉花他对蒜头有敏感的，对不对？罗吉花，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小洋葱，你们就给它5、6粒，大看大粒小粒啦，给多一点，你的料就多一点了 ，OK。阿三高一点就好，阿三高它不是吃酸的，它没有酸啊，阿三高是综合这一些的味道。然后接下来就是吉利包，吉利包没有的可以到新竹一下订单 ，OK， 吉利包啊，水磨辣椒就是这样子。来，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切碎它。OK， 我买了四包万能粉，还没有开，不用放冰箱。对，还没有开，不用放冰箱。对，还没有开，不用放冰箱。来，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每次在切香茅的时候很难切，刀要很利，很难切，有没有？有吗？有的话打上有。有的话写有。有这个困扰吗？大家有这个困扰吗？就是讲说在切香茅的时候很难切，对吗？有这个困难吗？有的话你们打上有 ，OK， 让师傅教你们。有吗？有的写有，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不讲了啦。有没有觉得？小妙招就不讲了。啊，有没有？来，你们要怎样让这个切得更容易？要怎样让它容易切？有，大家都有。是不是很难切？啊，为什么会难切？你们知道吗？想不想知道？想的话帮我分享。又是叫你们分享的时间到了。有。来，我们辣椒一些先切丝，等一下比较好看。然后其他的就是切块 ，OK。他们讲打斜切。啊，哇，果然是有人跟我一样。啊，来，我们先把这个丢进去，小洋葱切小它。这样丢进去，小洋葱这些全部。那如果你们的家里的小洋葱小粒的话，就不需要切啦，因为我的这个真的很大粒，我就切小它，这样比较好 blend。蒜头
倒下去，然后这个香茅 ，OK， 香茅要好切，打斜，打斜刀切 ，OK。来，他们开始问你了。这个新的砧板好用吗？这个新的砧板我定今天第一次开包啊。今天第一次用啊。我用了几天，我再告诉你们 ，OK。我用了几天，我告诉你们好不好用。之前的真的不能用。之前用到它割到手哎。你看，朋友们。师傅用之前那砧板叫你们不要买的那，不推荐你们买的那个。那个有白钢的。你看他的手。你看。割到这样。因为它白钢翘起来嘞。是。然后我洗东西的时候啊，哇，就割到了。那个砧板还没有什么用过啊，50多块。哇啦喂。然后我跟你讲，我买东西第一次会心痛就是这个吧，你看。割到手。你看，那天用那砧板，我不可能拿刀自己割自己的吗，朋友们？我不可能这样割的吗？我就是这样洗东西，然后它这边翘起来哦，一洗，然后哇，这么等一下拉拉有血出来，你看这边，你看这边，全部都是，所以那个砧板不建议大家。哇，老板，那个砧板你们真的，阿弥陀佛，不要去买它了，你们买到就是该了了。看你切很爽。这样我下次就直播切东西就好了，好不好，朋友们？好吗 ？OK， 请问我帮你买了万能粉，这东西一定要放沾米粉和面粉吗？哦，不一定，秀燕不一定。OK， 我们有给了那个 recipe 的，里面有一张小纸条，对吗？小纸条里面有教大家，如果是你要炸海鲜，还是炸肉粒，还是炸其他东西，是怎么样去调的 ？OK， 怎么样去调粉的？或者如果是你要煮别的东西的话。要怎么样去调那个粉 ？OK， 不一定要加其他东西的。对对，不需要，不需要，啊，看你要炸什么，因为万能粉嘛，那你加了，好像炸虾饼，你就要加东西咯。这灰色面什么材质啊？啊，我也不知道哎，我现在才买罢了。没有开店。哦，没有开店，等一下买。等一下，朋友们，我开店。OK， 好。晚上好 ，Hello Jenny 来自怡宝玉群，晚上好。这要看炸什么东西。OK， 放了什么下去搅？感谢啊，朋友们。满身大汗的，整个脸都是汗到完。来，朋友们，我放了什么东西去搅啊？就放了刚才所有的材料。放油还是水他们？啊，油。不放水对吗？不放水。OK， 不放水啊，放油罢了。OK， 大家放油罢了哈。没有开风扇，这里没有风扇。风扇开了，等下那 WiFi 被吹掉哎，又断线了。好了，朋友们，把这些刚才的东西全部搅碎它就对了。他们讲原来长毛的叶子可以用的，他每次用上面就丢掉了的。长毛叶子不可以用的，我拿留用。我是用它用到它上面，然后叶子不要。来，朋友们，香茅的叶子是这一个。这一节歪上来的这个叫叶子，你看我没有用了的，这一节有没有看到歪上来，这个是叶子我不用，我用的它刚才是这样的吗？我组装回给你们看啊，不然他跟我外面讲说 Chef Ivan 讲那个长毛的叶子可以用，我就晕倒了。那长毛我们刚才一整只吗，切到上面的时候，这些啊 OK 长出来这些就不用了，长出来的就没有用了的。我们用的是到它下面这些圆圆的，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这些看到吗？看到。有吗？
总之你还看到有新的地方就可以用，没有新的地方就不要用了，朋友们 OK。 螃蟹壳还没有教过，好，螃蟹壳我在找这螃蟹壳 OK。 因为哎呀太多东西要教了，我安排一样一样安排给你们，好不好朋友们？好吗？ Okay, 好吗？好的写好，好不好？我煮饭也不想怎么不想开风扇了，苏珍先要求广东话啦。哎呀苏珍，好啦好啦，来各位朋友，来朋友们给一点耐心啊，因为里面有粉丝要求讲广东话，然后我要 improve 一下我的广东话嘛，对不对？能慢一点啊，如果有粉丝是会中文跟会英文的 啊我就可以问粉丝要怎样讲了，我要去进军英文了，我 improve 我的英文 OK。 来苏珍庆，今天教你这一道是辣椒虾，帮大家分享的是辣椒虾啦，这样我们需要两斤辣椒，红辣椒，然后六粒葱头仔，四半那个蒜头剥开的，剥干净那些四个，然后呢香茅一支，还有什么好像是这样的，然后全部切细了 blend 它，然后准备多少这个阿心水，阿心膏啊，阿心膏拿来开水准备啦，然后同埋切啲波水磨辣椒，水磨辣椒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我们要炒这个辣椒啦，来镜头过来，镜头过来啊camera come to here OK and then we turn on our fire, we are fine OK。 是不是这样说啊各位朋友，是不是这样子讲啊？我的按摩是不对，有点沙拉沙拉啦。沙拉的话你们纠正他一下啊OK， 沙拉的话你们纠正他一下哈。有没有粉丝是会看中文跟英文的？因为我们要找管理员是可以帮我翻译我的食谱的嘞。讲真的，讲真的客家话就不顶了咯。客家人啊，客家人哦，挨唔晓讲啊。啊，客家话挨唔晓讲，客家话挨唔晓客家人啊。好，这两句吧，不会了。啊。来，刚才 blended 了的这些东西，我们就拿去炒一炒了。我下次叫一个海南妹在我旁边讲海南话。你有海南妹朋友吗？有了。什么？谁？你不认识的了，不要跟你讲。OK， 来潮州话，潮州话就很厉害。哎，哦，刚才是讲海南，我刚刚讲客家嘞。客家。潮州话，哎呀。长毛一只算头四倍，了长颈五六粒啦，香蕉五条，安尼所有诶物件都加一面，再油加面，了就色来调对个炒个一盘，了一定啊就爱放炒两淡薄只个香蕉膏，了个阿三果水你爱淡薄 ，OK。他们两家做厨不容易，要多语言。对呀、啊。现在做厨了哈，哎呀！你在广东哪里学的？看戏学的 ，TVB。TVB。看 TVB 连续剧学的啊。来，我们先炒香哈 ，OK。先炒什么都不放啊，朋友们，什么都不放，就是这样子炒，炒香哈 ，OK。晚上好 ，Jenny， 晚上好。来，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卡伦是福建人哈，轮到讲福建话了。啊，福建话，福建话嘛真简单，长毛一掌，蒜头四饼。四饼。四饼，不是四饼啊，四饼，长颈，长头颈五六粒，了三把给切一油，加脆了呢，咱就放落来炒，爱会记啊。要准备淡薄这个番椒膏，那是无的，去米粉先煮伊个买啦吼。了，搁有这个阿三膏啦，阿三膏放淡薄水，下边都阿三膏水。爱会记啊，这项菜咧是扁，啊，唔是食伊生落啊，伊是食落。了，这个阿三膏水咧是可以加味素，可以味素较变冷淡薄，啊，变冷空间我不要讲啊。变冷，这样可以吗，卡伦？来，我们先炒。麦加薄是什么意思啊？麦加薄，
买鸡婆就不要多事咧。买鸡婆的，师傅每次讲。直播一场啊，乱说一场的，福建话来了啊！我刚才这样讲不对咩？没有，他是叫你来一场直播。没有他讲。什么？乱说一场。什么？轮到讲，哎，讲看一下。Jeff, I will speak English more. You will sure improve. Yeah.观音 I can speak more, but I scared my fans, more than a healthy. More than a healthy, when you're the man. No people understand. You know, later I speak English, finish my cooking, all fans ask me what you say.Oh my god！ 他们讲你的潮州话这么，哎，你的福建话真的是潮州音的。哎呀，我潮州人嘛，我的阿嬷嘛是潮州音，我广东嘛是潮州音。来，炒他香菜一盘。OK， 那个万能粉没有开过，不需要放冰箱哈。来，两针。菜一盘，这个番椒个辣椒，水磨辣椒，哎，塞落去炒一炒 ，OK。这样来搞笑的，来来了，好见我啊，我来讲啊，啊，过来讲好见我啊，来就来了，哈蛮惊哈蛮，想惊想啊，哦，来啊，先煮这是辣椒虾，辣椒虾，然后把水冲掉去 ，OK， 我们先把水冲掉去，然后先调个味，这个是它的辣椒啦 ，OK， 这是辣椒。你的 English 他们不能会 understand 啊，所以不要叫我开 English 的。understand 来，盐巴半茶匙，盐半茶匙，盐半茶匙。福州话不会啊，小看。啊，福州话卡溜卡溜，我只会这一句。卡溜卡溜。啊，糖一茶匙，糖一茶匙，糖一茶匙 ，OK， sugar one teaspoon。OK， 然后再阿三锅水，阿三水啊，阿三水放少许，少少就好，不要太多。OK， 放它滚一滚先，不要紧张，先滚所有的那些香要出味。来，我这阿嬷的公家灯啊，未响啊，你看下。讲马来文，看有潮州音吗 ？Selamat pagi， Selamat malam， Selamat petang， 这样有没有？Selamat petang tuan-tuan dan puan-puan. Pada hari ini saya nak ajarkan ini cili udang kepada semua. Saya nak pong ni. Lai, ada bahasa Inggeris yang panjang, kan? Inggeris. No one understand, ada orang yang tinggal. You can come to Singapore. Teach multi dialect to doctor and nurse as.My new view learning to speak to Ama and Akong patient in hospital. Oh, Elena Wong. Yeah. After this MCO, I go Singapore. Go find you lah. 什么？哎，大哥，这个是什么？香菇粉，一茶匙半。先调味道，虾不要这样快下，因为是小虾。夹下去就是一下子就好了的，朋友们。我们先调一道。人们讲，迄个白根啊，伫遮介绍，到尾路也未介绍互人看。白根啊，白根啊，有淡薄技术的问题啦，哈。白根盒有一点啊问题。不需要，明天才有。白根盒有一些啊沟通上有一些问题，不是价钱的问题，运输的问题。OK， 现在运输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暂时。hold 着，白干河，我尽快，好不好？今晚煮辣椒虾，辣椒虾跟什么了啊？哦，肉酱炒鱼。你的潮州话跑不掉了。对潮州人讲，不管什么话都一定有那个音，对不对？有一个那个潮州音在，因为潮州话可能用那个鼻音太过够力啊，好、哦，所以一潮州人你们一听他讲话就知道了。来，先把那些味道先调到它对啊，朋友们，它的调味就是盐巴、
香菇粉跟糖，啊，三水就是这样。嗯，对了。哎呀，盐焗。然后把这个虾倒进去。盐焗螃蟹浇过啦。盐焗螃蟹浇过了啊，朋友们。那你浇的时候有放油，对对对。浇的时候有放油，所以炒的时候就不需要放油了，朋友们。知道我跟你们讲，超级无敌好。然后煮一个那些老麦，然后淋上去。对，你们煮一个那椰浆饭，然后呢就是配烧虾就完美了。你们可以不用炸你们的鸡呀、啊，你们只是煮一个椰浆饭，然后呢配这道不用煮三八了，这个就是它的三八虾，就这样子，已经很好吃了哈。知道吗，朋友们？我们的 restaurant 在德林丹的叫什么名字？胡丹姆林丹。Restaurant 孙记 S O O N K E 胡大门林档啊，因为孙记有很多间啊 ，OK 孙记很多间，你们不要去错间啊。那你进到那间，你先跟他讲我要找厨神。找 chef Ivan。来。没放洋葱吗？有啊，看看，洋葱啊，洋葱、蒜头、香茅。就这样简单的一根辣椒，还有水磨辣椒。我还应该以为要切的洋葱放上去。哇！那种切的洋葱。嗯，不焦不焦。好料哦，很香哦。好，朋友们，那味道真的。这超香的，我可以一个人吃完这整盘。不够咸就加一点盐呢。师傅，你在板豆的时候有一道叫酸辣虾的。哇！如果家里没有那个桶的话怎么办啊？没有桶去买啊。你跟我讲你要在家里做烧呢，然后你跟我讲你没有烧那房，然后你没有烧那的香，这样讲好啊。好，老青花去买那个烧那那个桶啊。师傅有卖了三八的新的帽吗？哎，对，那时候答应他们要卖的，可是没有卖到。有啊。哎呀，可以啦，安排一下，买一下，真的太忙了。Oh my god！ 哦，这香这辣椒虾没有加布拉签的没有？对，这个来拌饭好料，你们煮一个拉西勒玛的饭，那椰浆饭，哇啦喂，超好料的 ，OK， 超好料的。朋友们，这一道菜啊就是这样。辣椒虾，炒一炒。看似简单煮哈、哦，很简单的，炒得好，就放一些这些。对对对。红辣椒是刚才呀、啊。红辣椒丝，好，青葱粒，我们切一些葱粒，把它撒上去。对，三八乌冬很好吃。哦，这个叫三八乌冬啊。你刚才讲的吗？不是吗？没有，我讲辣椒小歪，我还想不到要给它什么名字。哦，他叫你去新加坡。教那些医生护士各种方言，他的字儿有学，就可以跟那边医院的阿公阿妈沟通了。啊，来朋友们，哇，这样我不用去新加坡啊，叫他们看我的直播就可以了，很简单呐、啊，朋友们。辣椒虾，不，这道虾名我再想一想，因为辣椒虾有教过我爸，然后你们 search 的时候 search 不对。OK， 记得这道虾只有一个秘诀，就是把虾选小只的。对，越小越好，可是不要小到虾米。对对对，还有配糯米饭吃，对了。啊，这配糯米也是一流，朋友们。配糯米饭吃一流，跟你们讲，真的。来，你们看一下。米粉真的，米粉应该是这边刚崩的呢，会这样子吃。哇！啊，怎么不放完呢？那盘那放了，拍照不好看，为了要拍照好看嘛。因为他知道他应该要现在吃完了，你看，这边的。太好料了，朋友们。OK。如果你们用肉虾的话，它连虾也可以，虾壳也可以一起吃。啊，那讲你在板豆有一道那个阴阳酸蒸呐、啊，阴阳酸蒸虾、嗯，是吗？有，哎，我没有教过咩？对对对，那大家拍照 ，OK， 待我拍照。对对对，来，我们第二道煮什么呢 ？OK， 重点来了，刚才问哦。OK， 虾要扒壳嘛？要扒都可以，不扒都可以。要扒不扒都可以。如果是我的话是不扒了的，因为我掺壳吃了。你们要选到，你们不可以选大只虾，这种虾就越小只越好咯。
不然大只虾的话，那虾壳就很硬了。好、哦，如果你们不想吃，不想扒壳的话，对，那这虾壳可以一起吃肉虾。OK， 肉虾，明白吗？你看我老婆一直那手一直乱拿。给你发现。好，来来来，我们接下来下一道菜。下一道菜是什么呢？来，准备。OK， 超简单的这个跟这个食材超简单的。葱白跟葱绿分开啊，葱白拍一拍 ，OK。有啊，书上那个干炒辣椒虾已经教过了。红辣椒，跟它切成这样子啦，跟籽一起不用紧 ，OK。洋葱直接切圈 ，OK。洋葱直接切圈，然后蒜头5瓣、6瓣、七瓣自己喜欢，不要的可以不下，罗基花你可以不下，不影响。OK。我给你们看那个码头是怎样弄。码头？这就叫码头啊，配菜啊。哦。这个叫辣虾，师傅教的肉酱焖蒜仔一级半合鸡酱。合鸡。来，合鸡啊！今天就跟你分享这一道，肉酱焖鱼。我跟你讲哦，我做了这个直播啊，我赚到很多东西。OK。我那天我不是讲说我在直播讲说我没有买不到肉酱吗？哈基就讲要寄肉酱给我，然后我讲我没有那个，我那天讲没有什么、啊、也是一个粉丝又在寄给我，朋友们大家真的很感谢你们哦，真的非常非常谢谢你们，来谢谢你们之余帮我 screenshot 一下，来，这个配菜啊，哎，配菜不啦，啊，食材。码头。OK。来看一下。美玲，你有白饭，我们有辣椒虾。你要拿饭来我们家，还是我们拿虾去你们家？好，美玲。美玲峰、啊，没有啊，粉丝美玲峰。来，这个 ，OK， 我们就这样子。然后准备鱼，那你们要用什么鱼？新鲜的都可以。OK， 新鲜的鱼都 OK。那我是用鲳鱼啦，OK， 鲳鱼鲳鱼大概30度刀切下去 ，OK， 我有加过三单什么这个辣椒虾，这个什么我看一下、啊、什么今天评论一直跳，我一直看不到你们评论，这个辣椒虾如果放椰浆可以吗？这个辣椒虾不建议放啦，味道会不同哦。味道会不同哎。放椰浆的话就变成咖喱虾了哈、哦，有点类似是吗？也不对啊，你们可以放啦，它的味道它会更加香滑咯。可是这个有这个的香味的，所以不需要放了。有一些需要放，我跟你们讲需要放，不需要的就不需要了。OK。因为放了作用不大。作用不大，我们就不需要放。来，好啊，杰西，你跟我讲，你欠什么？没有，杰西恩讲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要不要寄给一些给他？杰西，你讲，你要什么？你讲罢了。哎，糯米饭我没有教过啊，托尼，有不是不是啊？糯米饭我没有教过怎么样蒸啊？托尼你可以找回糯米饭有没有 recipe 啊？忘记哦。啊？有没有出 recipe 出来？有啊，那个糯米饭蒸糯米饭有啊。哎呀，今天那口面子跳。来，朋友们，热锅，锅先热一热。可以用黑菜吗？可以，用黑菜也可以，要用刀仔也可以，要用那个叫什么，虾甲鱼也可以，什么鱼都可以，晚上好一起分享。对，谢谢你啊、秀丽。柏林呢可以用黑餐，你可以相信什么 Can you make hay feel hay chew stock crab 啊，鹽焗蟹是不是 Susan 潮州焗蟹啊，還是潮州凍蟹，
味道行得通吗？味道行得通吗？林彩俊。没有，他问如果放椰浆的话，味道行得通吗？浇做糯米饭呢？我把糯浇做糯米饭，我把它做成了 video。杰西恩，你要比我幸福啊！他讲每次你煮好过，打包一包冷冻去给他。也听啊，这样你不是每次去我们吃剩的咯？很难呢，因为每一次都没有剩。来，把所有的码头叫去炒香啊，除了辣椒跟青葱，辣椒青葱等一下我们炒好才放。OK， 来用马腰可以吗？马腰可以。用魔鬼鱼可以吗？魔鬼鱼新鲜的可以，不新鲜的就不建议啊。因为魔鬼鱼的味道，来辣椒切一包一点，那不吃辣可以不放 ，OK， 不吃辣可以不放。鱼头可以吗？鱼头可以，来，然后这个肉酱，肉酱，跟一点油啊，肉酱跟一点油一起下去炒香它，炒香它。哇，我好像很久没有出火呀。来，等一下，我准备。好，好像很久没有出火了啊！来，先这样炒一炒，记得炒鱼、焖鱼不要急着放水，先把鱼炒到它半熟，记得、啊、这个是重点来的。来，先放它这样焖一焖哦。如果有猪油渣的话，放猪油渣会更加好。OK， 因为我没有猪油渣啦。潮州鱼头也交过来云。潮州鱼头也交过了啊，可以交螃蟹，潮州鱼头。来，我们这样子炒香了，水从锅边淋一些就去，不要淋太多。有，手机已经离很远了。手机离很远了。来，朋友们，看一下。啊，然后调味更简单。香菇粉一茶匙半，因为我两只鱼啊，朋友们，糖12粒，酱油少许，酱油不要太多啊，朋友们，因为那个肉酱本身有咸味。 OK， 来，哎，问题我可以问了吗？来问。OK， 什么是肉酱？来，肉酱拿出来。肉，哎呦，谁哟、哦？我的肉酱怎么裂了？这个。就是这个。这个，随便买什么买都可以买得到的。OK。OK， 用黑，如果是黑葱拿去煎过再来炒可以吗？煎过啊，可以不要煎嘛？炸过。可以不要炸嘛？炸了它的味道出来又不一样了哦。直接这样焖好不好？你可以没有可以看到那肉酱啊哈。那如果你们真的是有一些人是不吃这种鱼的，就是那鱼没有煎过他不吃的，这样你就煎啦、啊。可是如果是我的建议啦，不要煎，它的味道会来得更加的original啦，真的香，更加好吃，对吗？对对对。OK， 鲨鱼肉可以煮这道吗？不可以，鲨鱼肉不行哦，尤其是你们用什么鲨？用欧长欧性。那种黑沙不能。那如果你用龙纹沙可以，你用猫沙可以，你用嘎果沙、青蛙沙也可以，用老虎沙也可以。那如果你们是用那种大白沙就不能。OK。大白沙。因为啊，欧长啊，大白沙，我所谓的大白沙就是我们叫黑刺，黑刺它的鲨鱼味，淡水沙也是一样。拿来炒它的鲨鱼味会比较重，吃起来就味道没有这样好。OK， 明白吗？因为鲨鱼味很重。是。OK， 林晨一叫你没有必要的话不要抛锅先。林晨一啊、嗯，他那只手已经是炒到做过很多孔了，已经炒这么大个的那个那什么了。我老婆很好笑，她在看这荧幕，她讲炒到这么大个，你们也没有你们也没有看过，然后她就在手那边这样比。炒得这么大个，你别弄我！我想你炒得这么大个的。嗯，来，我们就是帮他们记得焖鱼。很多人把鱼
放下去的是鱼肉，炒出来的是鱼松，知道为什么吗？有没有人知道？放下去的时候是鱼肉，炒出来的时候是鱼松，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吗？来，那个肉酱再给你们看多一次一下。来，肉酱，来你拿一下。来，这个，哎呀，倒反哈、啊，倒反啊！因为他的。等一下你们直播啊的时候，你们按停，然后电话倒反过来看。OK。来 ，screenshot 两个倒反就可以了。五、四、三、二、一 ，OK。OK。明白吗，朋友们 ？OK， 来啊。来，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知道？一直翻炒，不要一直搅，按桌可以吗？按桌可以。用鱼头可以吗？可以。好主意，好主意是什么？哦 ，Jenny 哦，开始给他电话倒放，来看要改哎。对。好，来，朋友们，就是不要一直去炒它，你看，不要一直去翻炒，然后好像我们这样子，有时候我也是整个锅拿起来这样摇一摇它，然后继续关盖，又或者是关着盖，然后不要给它粘锅而已，明白吗，朋友们？还有朋友们，给你们讲一件事情，有很多粉丝家里是用不粘锅的，那如果你们发现你们的不粘锅已经开始脱气了，过后你们就不要用了 ，OK， 那是致癌物的，明白吗，朋友们？不粘锅如果开始脱气挂花，你们就尽可能不要用它了 ，OK？OK，、OK? okay, 有一个问题非常好哦，我觉得。来问，三文鱼可以吗？对。我没有用过哎，下次用看，下次我们自己煮看看。那我煮看看。因为三文鱼通常哦都拿来煎跟生吃，不，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哈。我们下次我们试试看拿三文鱼来炒，看三文鱼可不可以炒来做炒。来，朋友们，炒到差不多收水的时候，放一点蚝油 ，OK， 放一点蚝油。然后记得啊，朋友们，下去的时候也是尽量那个不要去。搅动它太，然后你们炒东西来镜头放靠近，跟你们讲，炒鱼不要在中间这样下去炒它，从锅边这样推，然后从锅边拉回来，明白吗？对，不要全程沾锅底的这个，明白吗？明白呀、啊。OK， 来，他有人问哦，你的那个万能辣椒酱可不可以炒辣？万能酱可不可以炒虾、三白虾？可以啊，万能酱绝对可以，万能酱可以啊，炒虾，哎，炒成这个味道的是不行哦，可是它可以拿来炒虾，炒虾，味道不一样。来，我刚刚加的是黑塞油，我喜欢那个东西黑一点，感觉比较好吃一点 ，OK。然后把刚才的葱啊、红辣椒啊放上去。然后炒一炒，万能粉我们都有的，常年在卖的哈，不断货的。我们的产品都常年有的 ，OK， 都不会断货。OK， 来，那你们要的话直接找新主意就 OK 了。OK， 刚才我们用大概讲说要用多少的肉酱哈，我刚刚用半罐。我们刚才两只鱼 ，OK， 两只鱼的话我们用了半罐这样子，半罐，大概半罐。然后等一下，今天 comment 一直跳，我看不到你们的那个 comment。这道不需要放姜吗？不需要，不需要。OK。放姜那个肉酱味就跑掉了，这个要吃肉酱的味道，香菇肉酱。哎呀，这个凌晨一啊，才刚讲五公婆哎，来，等一下我才凌晨一，我读你的问题啊。OK， 老齐话问，一般炒鱼大概要焖多久？你要看那个鱼焖熟就 OK 了，焖久一点也没有关系，炒鱼不怕焖的 ，OK。炒鱼我们不怕焖，明白吗，朋友们 ？OK， 凌晨一问，如果一条美人鱼的话，师傅舍得煮吗 ？OK， 你讲凌晨一，我来回答你。OK， 生吃辣还煮什么？吃辣美人鱼，来煮浪费。凌晨一，你跟了我这样久，你还不知道？是沙西米生吃了咯，美人鱼。美人鱼哪里有拿来煮的？没有煮的啦，哈。哎呀，凌晨一啊，凌晨一，哎呦喂。是啦。来，朋友们，就这样完成了，有没有简单？简单 ，OK， 那个豆酱还没有，还没有货，还没有货，真的。现在在弄这罢了。对，然后最近一直下雨天呢、啊，很难呐、啊，要需要一点时间，因为需要。因为还要有太阳。对。OK， 今天的菜配饭一流。一流。辣椒酱有卖吗？有啊，杰西灿。
这个水磨辣椒酱有卖的，你 PM 新竹艺可以 WhatsApp 0169392419 0169392419 OK。对，剩下的明天煮粥吃肉酱。这个有放长毛啊？这个没有啊、哦，这个没有放长毛啊、哦。虾的话有放。This is one video recording raw crab 啊，哎 ，This is one video recording raw crab。修炼药 ，Your English very top down。什么意思呢 ？Raw crab。Bu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哦。生吃它不会痛吗？林晨毅，嗯，我老奶奶，通常都是奶奶更加亲，直接讲师母是美人鱼，直接被煮熟了。哎呀，来，有问题吗，朋友们？米都已经煮成熟饭。Irene haven't received my good yet 啦，来 ，Irene， 我问任客服，哎 ，OK， 等一下哈、哦。今天的那个评论是这么啊？一直跳对吧？我是一直跳 ，OK， 所以是看不到他们评论啦。外面这样炒什么都变得超级好吃啦，杰星。杰星讲话 very very 的诚实。OK， 水麻辣椒放冰箱吗？要开了就放冰箱。没有开的话放冰箱了。OK， 我们给你们常温下可以一个礼拜啊，所以我们的货去到你们那边是 OK， 没有问题的。那你们收到就放冰箱，不用冷冻，冷藏就好了。OK， 来，他们问你哦，如果用剩下的这个肉酱啦，还可以做什么？明天教好不好？明天教 OK 了。剩半罐，我帮你们安排好了，我帮你们安排。明天再教你们剩半罐豆浆煮什么 ，OK？OK，、okay? okay, 帮你们安排好好啊。他们问这样子剩半罐要怎么办哦？用剩的要怎么办？我好像要去跟他收钱呢，打电话给他。嘟嘟嘟嘟，不行不行。来，朋友们，明天教你们剩半罐豆浆怎样用掉呢？可以吗？可以 ，OK。难道好？万能酱还可以煮什么？刚才有人问。可以，辣沙酱可以拿来煮海鲜。刚才有人有问。OK， 万能酱能够煮什么？煮鱼、煮肉、煮菜、煮虾，都可以。万能酱想煮什么就煮什么，三杯鳃鱼，对，用万能酱炒菜，炒臭豆一流，炒菜，炒虾一流，四季豆，炒菜一流，长豆，炒干豆一流，炒虾，炒肉一流，烧鱼一流，你要煮什么？炒虾，炒虾一流。炒饭炒在咖喱酱里面一起煮，变印尼海鲜一流。炒饭一流，煮 spaghetti 一流。炒面一流。哦，还有，我有看到一个粉丝拿我万能酱来做什么，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哦，我知道了，那个。冷巴乌浪。对，冷巴乌浪啊。对吗？哇，那个真的，我真的佩服那粉丝一流、啊。太厉害了。那粉丝还有没有在这边？有的写有。OK。谁好啊？我想一下，先吃谁啊？我 skip 起来了，太紧了。肉酱配白粥一流，明天煮粥吃。哎，明天我也忙煮粥，现在不能聊。你听别讲他的那个，他每次拿你的万能酱去炒饭哦，然后炒过后他的孩子不需要他喊他吃饭的，自己会来吃饭。吃完。对，自己会来吃饭，不需要叫。哇，罗吉话讲，剩下的煮马铃薯就好了。哇。罗吉话原本我煮的。你的那个万能酱怎么下单？你再写多一次。什么来的？哈？什么来的？啊？万能酱。啊，对么？万能酱。要怎样下单？啊，那个。0169392419，0169392419 ，WhatsApp 这个号码，记得不要打过去。OK， 客服已经收齐了。啊？万能酱太酸了，酱我都阿三哥，我要去 check 一 check 看了咯。万能酱很酸啊，它只是微微的酸，就好像我刚刚炒这个酱。应该吃出来它没有酸到很够力的哦。要看那个。是 Irene， 万能酱是辣的。有看到我的印尼老人炸鸡吗？还没有哎，我今天还没有刷到 Facebook， 我早上上两张 video 到现在没有刷到 Facebook， 都一直在忙。有名给你叫万能酱，对，万能酱跟万能粉是一样的，你要炸鱼、炸虾、炸肉、炸菜都可以，一样万能酱可以炒什么？炒鱼、炒肉、炒菜也可以。OK， 有人问这道菜可以整条一下去炒吗？因为怕切的会有骨头。OK， 这道菜整条一下去炒，那也可以，那不叫炒了，那叫焖。可是肯定没有办法焖到这样。这个味道出来。这个味道出来，不是没有办法焖到那个鱼完全入味。OK， 那如果你要的话，豆浆拿去蒸鱼，豆浆蒸鱼怎样蒸法？跟回我刚才的这方式，炒炒炒炒炒
炒香了过后，不要加太多水，一点水滚它 ，mix 它的味道均匀，淋在鱼上面一起进去蒸，蒸熟就可以吃了。OK， 这是肉酱蒸鱼。这是用讲。来。他觉得万能酱对他来讲应该是还不够辣。杰西恩啊，他用的万能酱是煮到出神入化了，他另外自己再加辣椒，加我们的超辣三宝，他去炒。是0160169什么？不对 ，Irene。不是 ，Irene， 我写给你们。Hello Jane， 今晚会不要吃开播哈？Accept again, please. 来，写下来，并且。来，宝贝，你讲。来9392419，9392419，来朋友们，去 follow Chef 去 follow Ivan Tan， OK， 去，这个是我的小号来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去 accept 你们，因为我的好友真的满了，你们加好友，然后就 follow 了的，变成你们下次煮菜，你们带我这个小号好不好，朋友们 ，OK， Chef Ivan 带一带。Ivan Tan 带一带，让我看得到。OK， 请问肉酱可以炒四季豆吗？肉酱炒四季豆可以啊，肉酱炒四季豆可以。不要一直问我肉酱了，问我万能酱，快点！我没有收他钱嘞，朋友们。问我豆酱不？问我万能酱，不要问我肉酱。来，酱辣沙酱也可以。肉酱你要来炒四季豆也可以。OK， 你跟回这个方式去炒。你们想念辣沙酱吗？辣沙酱我们在制作中当中的，因为我们欠太久了，那辣沙酱。不是牛羊啊啊！辣沙酱啊，对呀、啊。凉了。凉也欠了。凉了，刚才主要是凉了。哦。还有问题吗，朋友们？啊，来，我们每一次直播完煮完菜，我们就交流一下，有问题的平时的啊可以问 ，OK。念不到你们 comment， 现在问，因为有时吃太快，现在人数没有这样多了。他没有吃这样快了。OK，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马上可以问我，帮你们读给师傅。杰西恩，你怎么不敢加我好友嘞？你拍谁啊？拍谁什么？杰西恩。你不要假杰西恩。OK。OK， 来，没有的话我们就到这边咯。OK， 没有的话我们就到此。OK， 欢乐时光过得真是快，又是时候说拜拜。拜拜，明天晚上8点我们再见啦，再见，拜拜。拜拜。